也落了，没看着人。艾斯基尔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这玩匠，是一名伏地魔，枪法虽远，只会野人。这个圈儿一直能躺到决赛圈儿的啊，所以咱上房就行了。咱上房就待着，上房一待不弄了，不收东西了，收东西怪累的，对不？说啥呀？这就是福利啊，这就是狗分的福利，哪也不用去，搁这一待，能待到决赛圈。对，你必须得耐得了寂寞，看着没？还是圈啊，还是圈儿，这是你季哥的厉害之处，还在圈里啊。你看这么大圈的啊，人埋呀。完事儿，哎呦我操！哎呦我去！呀，全使了，你气人不啊？气不气人？这都捡俩人头，妈呀！你这事儿你整的呀？你这事儿整的干干干干的。嗯，是舔毛的呀。啊，舔包的气吧，我去，哎，挨个打啊，挨个打，还那啥呢，还大吉虎就跑了，咱舔毛去啊。哎，你自个舔毛。哎，你说这玩意儿能整的呀？你这玩意儿整的，这就是艺高人胆大呀！敢舔包，这是什么精神？这是勇于舔包的精神。走，哎，关门。全是人，咱不动了啊！等待吃鸡儿。过来了，开干啊！要开干。哎，这两队开干。季哥是不是得出去一下？别动啊！完事儿，哎，又捡个人头，这玩意儿你气人不？又捡个人头，这玩意儿你气人不啊？又捡。关门，就捡人头，三杀了，进前五了，啊，最后五个人，哎呦呦呦，完事儿，你这玩意儿你整的气人不？又来人了。完了，没整过他，没整过他。